我跟你们讲，我们这一次的检讨就是看到骨子里。我先把我的绽放笔记本打开来。我跟你讲啊，这个绽放笔记本里面，十个有九个都是吕仲达。来，开始检讨。这边选择硬上，但这个地方前点位传哦，他们这一波打的是快的。做一个交叉枪线来看一下，打的再好。我的烟好像选择硬上，那个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先用 shock 打劝退 B 面，想要退。他们确定打 B 的时候，我好像在烟 B 面口都没有帮助哎，好像不能够这样烟。笔记一下。自己的纳米机器虫去减缓对方推进的节奏，哇、哦！但在狗道推进，季炯一扛二了。同时 ，ND 六这边也只能击杀的只有。这个初三很小，减缓对方推进，其实没有拉扯到太好。然后重打这个地方，扫兴火箭炮应该要开了，果然开了，飞了达达，对，达达飞在空中，空了个空，还要打对方的副。这个是三小，地方应该要开了，果然开了，飞了达达，对 ，Oh my！ 我就跟你们说，我们这样要怎么赢嘛？重点是他第二个炸弹跳太高了，我不知道在干嘛。中打继续架，一个人在 A 小数位等待客人上门，但是听到 A man 的众多脚步声，知道要先去支援。四眼生哥醉倒在了酒驾，数位等待客人。看这边，我这边是罗，然后要打 A 大啊。那只欧门被我罗到，他是直接爆头一发爆掉、啊，他跟我的距离还很远，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A 点四三小，啊，你看你自己看这个欧门的位置，他明明那么远。我上次被打手收的印象应该已经是小学的时候在安亲班直接去掉没错你不知道为什么这边我都射不到那个结题那个结题前面已经爆过我一次头了然后现在这样干拉出来又把我打到没血我没点到他吗班啊差不多是对啊这个游戏他妈很奇怪耶、欸、我明明子弹开在他身上没错没结果他把我打他没血，应该会知道才对啊。我上次被打手收，对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哎、欸，看到我只有优势吗？拼差吗？差不多就老。没有，我只中一发，而且是算穿墙伤害。他这个血量100%是穿墙伤害，中一发子弹，他的血还可以只扣一滴滴哦。啊，我真的觉得超怪的。哦，但是你推进的过程当中，又是让眼前一片黑 ，ND low 根本没有办法帮助自己的队伍推进到点内。四野生哥，因为他只能扛点1 K 3了，完成 triple kill， 最终再由。你们看到我有一个细节，眼前一片黑 ，ND low 根本。我这边怎么还有多一把步枪？是哪一个好心人丢的、啊？哎。这真的主播赛评看不出来，只能够我自己讲了啊！这个就是呢，你只要订阅实况组就可以享受地板上多两把枪的感觉。好，这次决定用人海战术一路淹了过去，是嗜血森哥先行带着自己的队友抢中击杀，是一人镇守市场的 Lamigo。哇，但是打得再好也没队伍倒，手中的自制手枪连发一人带走对方两名成员 ，Andylo 跟 Believer 也都有击杀进账，最后关头只剩下。中打一个人了，狗道这边只剩三发，但是眼前一片黑，包还掉在了右手边。哇，这一局小枪局，我们后面打进去，演的就是瞎，有点可惜耶。这个进攻是三小，到底是三小进攻，有过烂。派对这边只是跟队友说，哎、欸，那帮我撑，帮我撑一回合。那这一回合马上又变四打五了。哎呦，你看这一边想要去抓一下对方中路会不会？哇，可惜了。抓到你了 ，CI， 探三小啊，还敢再探呐、啊啊？我去探才对啦，你不能探。哇，这一波稳健调性来到防守方，前面两回这一波进攻也有问题。我觉得有一银色狂风收了道具丢了出去，同时梦魇清洗也往 Heaven 位置送，但是另外一侧 Believer 手中的恶灵还是能够爆头把 Zuma 给带走 ，Cat 也是被对方手中的战神给穿墙爆头击杀了。怎么会这样？嗯，而且这个队伍目前来看的话，这枪支劣势，哇，没问题。击杀掉了森哥之后呢？看他这个距离真的是恶灵很优哎、欸。击杀了，怎么？必须跟你们说，你看他怎么打的。这个队伍，他走射的话，这枪支劣势，哇，没问题。击杀掉了森哥之后呢？点内的人数换也是优势，剩下 CI 一个人再度拿下了这一颗。没错，这一局进攻是三小。这把大枪局也还没拿下来，我还以为我们这把要输了，你知道吗？这进攻不行、欸，真的不行。季炯这边怎么会这样死掉？角度没办法，整面都封到。是，
输出窗户已经被打破了 ，Azam 以及打得再好也没队伍找，两个人一起往前探，但是触发电灯追击号随即也把自己的纳米机器虫给开启，这边给机会，感觉就是对枪了。交战 ，Azam 先暴露带走了气球，远距的话虽然临死之前有击杀森哥，但是留下这样的残局。JONGIE 位置 ，Believer。往前探，哇！但是只有看到对方的身影。另外一侧的话，则是有 Andy Low 一发大狙抽掉了 Zonda。最后关头一起前探，但是残局看起来一面倒都是有金色狂风取的。看我这边的罗也是失误哎、欸，我那个时候打跟我报位的时候，他跟我说 A 小出，所以我罗直线，还是说他死的那一拍 A 小出，基本上我就不能罗那一边了，我就要罗对方可能进去的地方。我的状态整个东西都是给慢的。有打得再好也没队伍找，是打到带包的成员 ，double pick 出去，差一点占一个串烧位，最终也真的被串烧击杀了。哇，季炯一 k 二之后，现在场上人头来到的是比二是好笑的笑话，三 v 二，人数稍稍领先，但也不能够有任何松懈。啊，这边后面我们打不了。一枪线位的大局，不是前面后手枪没抓到，哎。而且 Lamigo 的这个烟，我自己认为他反而是帮对方铺了一个可以往前走的位置。好，这边要进场了 ，CI 暴风雪刃第一时间，哇，右键没有射出去，干 CI 你好丑哦！花了这么久的时间，你不可能最后还从正面推出来吧？果然 ，Kent 枪线预瞄，早就知道 Dilo 会从后方摸出来，虽然是被击杀，但是肯特掉下去在干嘛？下去划水，想玩水是不是？这颗冰，这颗冰冰块就真的还不错，一打三。但是穿墙再收掉是本来就已经残血的 Azam， 但这边选择单点对象其实很陡。没有，同时在电死别人之后呢 ，Kent 主动出击穿墙再收掉是本来就已经残血的 Azam。Spike planted。最后关头一打三 ，Believer。我懒得写他后面在干嘛了，反正写他的名字他到时候就知道。感觉应该要先看。重生点的位置、欸，怪怪的啦，就，哎呦，这个要出事了，这个遗漏区按照 CI 的个性，他会硬撸，哇，但是 Lamigo 很可惜，看到对方一颗小头没有办法成功得手 ，Believer 也是在 CI 跳出来的时候，哇 ，CI 这边差点被捞哎、欸，遗漏区按照 CI 的个性，他会硬撸，哇，但是 Lamigo 很可惜，看到对方，啊，这边我的烟怎么还没给到、啊？那差点要出事、欸，这个 Viper 在干嘛、啊？干？要不是他炮枪干，这肯特头要爆开来了，真的。你怎么死了，哈瓜？你在这一边呢？你看对方这个 timing 的前推，第一只被抓掉之后，哈瓜你可以再缓个五秒再抓，因为对方可能这个时候他们的阵型可能就会判断说，哎、欸，我们部队拉回来了 A 点，他们人可能就要掉 A， 你再晚一点点应该可以捞得到的。这一次浅摸，可是时间点刚好拉太少了，所以就跟对方正面碰局对局。那如果再晚个三秒，你很有可能可以抓得到。他们回防的脚步声，或者是这一支要跳中路回家的故事。自己残局，看，完全是这一边胜率的主。这一边就说对方可能出狙，肯特来说他出不了，白痴。一直丢，一直丢，丢到大家都来。看肯特，他完全忘记对方狙击是4700块，也没队伍找选择宝箱。他以为他在5000块。再来，最后一个机会，打得再好，就队伍找了吗？好啦，这一把大狙有没有机会先抽一支呢？哇 ，miss， 对，完了。第二，啊，这样为什么是我死？哎，发，哇哟，这个爆头穿掉了是嗜血森哥，后面没人下枪啊？对啊，这是最严重的问题。下完包之后，选择全速往拱门拉撤。但这一边无影心木应该要拍下，因为他应该听到很多脚步声，就对方这一侧。CI 前架只靠着十强而已，中打的话呢？我、哦、这个甩有量。先行爆头带走 Believer， 但这边 CI 真的是状态全开。金城将，哇，腰射！主要是 CI 前架，其实 CI 应该要死的，你知道吗？拱门处这边先行爆头带走，就是这个亚星卓这一枪已经出了之后，我不知道什么是亚星卓还要换枪。他如果拿着判官往前走，这 CI 已经死了。被判了罪行，金城将，哇，腰射！妖色盲狙 ，No Scope 击杀 Lamigo 之后，最后关头，但 CI 也会判断说他不会这么快出来，因为他才刚打掉第一只，他哇，这个亚星卓一直要来拿这个枪，也算是埋下了一个 CI Outplay 的伏笔。哇，好惨啊，好惨啊！经济局面，手中只有鬼魅可以应战，打得再好也没有队伍找，一路大跑过来，季炯已经把他的血量全数几乎消耗完毕，剩下最后十七滴，哇！看。
看我是对手，我看到这个画面，我他妈一定气死。可是我必须跟你们讲，季炯的 game sense 很高，他的天赋也很高。不当选手很可惜。哇，掐指一算，你应该会蹲在这边就传烟带走对手之后中窗。干这边对方准一点，你真的要死哈瓜。几乎消耗完毕，剩下最后十七滴。很嗨哟、哦，哈瓜。会蹲在角落，穿烟带走对手之后，中窗掏出自制小手。打完一只拉出去打第二只，还偷了神射。很快个枪哎！哇，你太皮了吧，哈瓜！不留情面击杀了拉米戈，是我比较担心。哦，这边限定哦，哇，拉米戈击杀中打中的 Ken 的一 K 二，在 A 小位置打回来了。Ken 真的不该被排泄。对。真的不该被排泄，不该被淘汰。对，没错，哇，神之侦察剑，这边 CI。哇！又是 No Scope， 这个帅气 A 三 CI Long Horizon。啊 ，CI 真的强，真的强。嗯，够了啦，够了，不要再这样子了。人家还只是个孩子啊，不要啊，伟腾。不是你不要抢伟腾的头啊 ，CI， 哇 ，CI 不留情哎、欸，拔了刀出去，还在用自己的神射爆头带走对手。哦，他这边摊了两枪。CI 还想耍帅啊 ？CI 不留情哎、欸，拔了刀出去，还在用自己的神射爆头带走对手。这一次大狙没有得手。你知道吗？打这边的时候，其实我很尴尬，因为我都在后面，他们一直往前，都要把人杀光了。但这把终于我有一个表现的机会了。自己的一支刀刃。哦，阿森。第一只，那个换你第二只，第三只，哇、哦！自血生哥，开不开镜都是一老将价值。聊天室，这就是老将价值啊！12-0，攻守互换，哇！还好我救了回来啊，我们才可以有办法完全比赛。我们判断12-0，对方应该已经照镜了，有没有办法？哎，真的很照哎、欸，来12-0。那为什么吕颂达要放给肯特一个人打这个东西啊？有没有办法？他为什么在退啊？真的是退三小哎、欸！可惜了，哇，这应该是心太炸了啦。嗯、对，想要主动出击 ，do something， 哇，但反主动从这个窗口跳出去，欸欸、哇！干他为了要过来下这个冰墙，想要当超人。哇，这应该是心太炸了啦。对，想要主动出，然后一起来，头爆开。这边其实很严重哎、欸，因为通常这样子，这个雷纳等一下这样跳下来，他理论上不炮枪啦，这真的理论上不炮枪。办法，这边把肯特打掉，中达就要 EVE 了。如果中达不跟他 EVE， 他回来，我们 A 点又会被双门的人拉进来打，会被包起来。还好有看比赛，真看不懂你中达在干嘛。可惜了，哇，这应该是心太炸了啦。对。想要主动出击 ，do something， 哇！但反而点内的乱战当中，还是有 CI 穿墙带走对方。哇、哦，77777，最终13-0，完全比赛收官帮助，有所提升，而且金色狂风，金色狂风。